遇到两个元音怎么读？国际音标跟我学，一个口诀全搞定。两个元音排排坐，谁站前面谁发音。什么意思呢？当我们遇到两个元音字母组成的组合里，我们只用发第一个元音字母的本身音就可以了。比如 AI 组合， A 和 I 都是元音字母，那么 A 在前面，我们只读 A。 Wait Rain Train EA 组合， E 在前面，我们只读 E。 T Meet Leaf EA 组合， E 在前面，我们只读 E。B C Sweet I E 组合， I 在前面，我们读作 I。 Pie Tie Lie O A 组合， O 在前面，我们读作 O。 Boat Soap Foam O E 组合，O 在前面，我们只读 O。 Toe Hole Joe。 你都学会了吗？更多国际音标知识，点我头像进直播间学习吧。